切除精神病患者的脑子，将他们变为行尸走肉。这个人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。而这项手术则被称为灵魂剥夺术。1978年，在法国，精神病人被看作是魔鬼的附身者，他们身靠枷锁，被关押在地牢内，没有任何权利可言。据报道，在当时的英国伦敦伯利恒精神医院，人们每次只需要花费几便士，便可以像参观动物园一样观看精神病人的种种异常行为。后来进入文艺复兴、工业革命时代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，人们逐渐意识到精神病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。但当时的治疗技术在我们现在看来十分奇葩。最早的治疗手段为开孔手术，当时的人认为在头盖骨处开一个孔，有利于寄宿在身体内的恶魔出逃。当然，这种粗鄙的治疗手法基本上是治疗一个送走一个。到了1935年，英国伦敦举办了一场神经学研讨会，来自耶鲁大学的神经学教授约翰·福尔顿和卡拉尔·雅各布森发表了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。他们在实验中切出了两头猩猩的额叶，原本暴躁的猩猩瞬间安静乖巧了下来。坐在台下的穆尼兹医生深受启发，在研究了大量文献和不断实验后，穆尼兹发明了一种名为额叶切除术的精神病治疗方法。手术方法十分简单，只需要三步。第一步，将患者麻醉；第二步，把一根针状工具从患者眼部插入大脑；最后，反复旋转该工具，从内部切断大脑与额叶的联系。莫尼兹一共做了20起额叶切除术，患者都存活了下来。渐渐的，这些患者出现了一些后遗症，比如迟钝麻木、神情呆滞。但相对于疗效，莫尼兹对自己的手术效果十分满意，并对外宣布精神病已经被自己攻克了。由于当时并没有人反对莫尼兹的额叶切除术，再加上许多病人经过治疗后性情发生了明显变化，因此1949年莫尼兹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奖，以表彰他在此项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。后来，莫尼兹的助手费曼真正掀起了一场额叶切除术的热潮，但这却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。脑子坏了不如切掉，这是19世纪40年代治疗精神病的奇葩办法。使用这项疗法的人名叫费曼，这种疗法被称为冰锥法，其原理是切断大脑与额叶的联系。费曼称这种手术操作便捷，只需要10分钟就能完成，并且手术时不需要为患者打麻醉。每次手术，费曼会用电击器将患者电晕，然后把冰锥从患者眼角处插入大脑内，轻轻旋转冰锥，脑浆便被均匀搅拌，精神病人也似乎变得平静了，好像痊愈了。随着费曼的大肆宣传，许多精神病患者家属看到了希望，世界范围内也掀起了一股切除大脑额叶的热潮。孩子不听话怎么办？那就切除大脑吧。这其中最著名的患者就有米国总统肯尼迪的妹妹。23岁时，她便被迫切除大脑额叶，以治疗癫痫和暴躁的精神疾病。由于接受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，许多患者家属发现患者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。大脑额叶被切除后，他们变得像是行尸走肉一般孤僻，神情呆滞，迟钝麻木。其中一位母亲这样描述曾接受过治疗的女儿：她就像变了一个人，虽然她还在我的身边，但灵魂仿佛从他的体内被剥离。自此以后，人们纷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从1950年开始，苏联率先叫停了额叶切除术。到了70年代，额叶切除术在全国范围内被彻底废除，但根据不完全统计，还是有30万人进行了这项恐怖的手术。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，这种简单粗暴的手术在世界上大行其道了数十年，有30万人的灵魂被剥离，仿佛行尸走肉一般活在世间。我是老树，我们下期见。